得被你拿走吧，太恶心了。乖乖的可以，可是火车上规定狗就只能放在笼子里面，不能钻出来。狗的笼子水杯还放在人的水杯身上。原来是一名妇人将狗抱出宠物箱，违反台铁规定，统遭罚175元，且将狗狗喝的水杯放在人的水杯架上，让人觉得不太卫生。你说这样放下怎么不放？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建议，运输的过程当中还是尽量让动物保持在箱子里头，那个对它也是一种保护。那遇到动物因为这样的争议的问题之后，你用一种好好的跟对方说，我认为会有好的结果的。听众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0000元奖金。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。全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，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